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西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》，这是我们第547集。今天跟各位分享《领袖之杖》F1 版黑色的科博文，当然它并不是 Nemesis Prime，而是 Dark God Optimus Prime，日文写的是"黑暗护卫"的科博文。那么这个是最近呢，有同好朋友彭先生呢在网络上丢出来卖的。那这个当时应该是一个，也是一个正式的一个代理版这边，而且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，他曾经呢在台湾的玩具反斗城呢是有拿出来卖过的啊，蛮难得在反斗城卖日版的玩具。当时其实我有购入，那么后来呢，那一年呢，哎，我们熟悉的 Shadow Ranger 老肖呢回台湾的时候呢，我跟他做了一个玩具的交换，我又把这个黑色的 OP 就送给他了。只是后来呢，非常可惜没看到他介绍这个玩具。那就只是提一下这个玩具，我也曾经拥有，但是现在呢又再一次的得到它了。那么说到领袖之杖的 OP，我之前有给各位分享过它的一个原色的版本，而其实除了它之外呢，在我节目进行约300集的时候呢，有一位台湾的变形金刚迷友范绿豆先生呢，也是有赠送给我一个日版透明色的一个科博文，非常的漂亮。我一直把它视为我非常珍贵的收藏品之一，一直放在盒子里头。然后悲剧就发生了啊！这个有点软胶件的这个烟囱啊，因为长时间收在盒子里头啊，我也没有拿出来玩，因为蛮舍不得拿出来玩，结果就导致于它这个烟囱有点扭曲歪掉了。所以这个玩具果然还是应该拿出来做个摆设啊，当然放在盒子里头出了什么事情，自己还真的是不知道。当然，我们今天的重点的话呢，我们会放在这个黑色版本的哥博文的身上。它是以一个身形漂亮呢作为它最大的一个卖点。First Day Edition 的 OP 呢，几乎在人形态下呢，近乎达到了 OP 最完美的一个体型。这种宽阔的胸膛啊，以及这个纤细的一个腰身，大大的这个脚板，以及船身的一个头雕，都是它非常受到人家好评的一个卖点。当然，它真正要说输给后来的 RID 版的话，可能也就是在变形部分，因为它这个胸部呢，这么大的一个胸部呢，就果然是嘎奶啊，这么漂完美的胸部，通常是不会是真的，都是做出来的。这个变形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假胸的一个设计。那本身人物的一个可动也是非常好，基本甚至是连这个腰部啊，尽管是一个变形的时候才会用到，会有点类似断掉这个腰枕，但是至少它还是有那么样一点点的一个可以转的一个角度了啊，稍微借位一下拍照还是挺好看的。手臂的360度的一个旋转，二头肌也可以转动，手肘呢也可以转到90度。那么讲到这个刀的话呢，这个是一个非常软的一个软胶件，那么一样啊，放在盒子里头，如果不查的话也是会有一个变形的。那握的时候是像这样子，是一个反握的，是 OP 是手是这样的反握，而不是一个正握的。那附带了一个枪。这个枪呢是完全没有任何涂装，但是做的还是挺还原于动画片里头这个样子的。它的标志呢是博派而不是狂派，毕竟它是一个 Dark God，并不是 Nemesis Prime 吧。然后这个背后就这样子，几乎是这个背包可以说是可以忽略为是没有的。然后这个金色的这个轮框啊，在这个机身上面倒是有另外一种挺特别的一个美感啊，人形非常的漂亮。那我们来跟各位示范一下这个 First Edition Optimus Prime 的一个变形，因为这个黑色的版本呢实在是太黑了，镜头里头可能不好做一个变化，那就顺便反正也展示一下这个透明版本的 OP 吧。当时我在介绍原色版的时候，我说我习惯会把它的这个手呢给做一个打开，然后这个部件翻开之后呢，把这个拳头给收进来，这里也是一样，你可以先把它给打开，拳头给收进来，收进来之后呢，把这个就打开，这边也打开，然后呢，整个胸部呢，两片这个地方它是可以合并的。合并之后呢，准备把它放下来。放下来之前的话呢，我们先把这个后面这个部件呢稍微提一下，腰转180度。腰转的目的呢，是为了把这个空间呢留给这个肩这个部位的，把它整个给放下来，放到这边，然后这一片折上来，这边也是一样的，这边把它给折上来。两边都折上，折上来之后呢，我们做一个转向的一个手臂。手臂的转向怎么转呢？可以看到没有？这边这个拳头是勾这样子的，我们用这个拳头从这个地方勾进去，你就是从这个地方把这个手肘折上来。
折上来之后呢，这边这块部件的话呢，就至关重要了。这边这个可以旋转的一个部件，这个旋转部件呢，待会要把它收到这边来。这个打开之后呢，把这一片部件旋转过来之后呢，旋转过来之后呢，把这边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推下去，推到底。推到底的话呢，这边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，在这边，这里是有一个凸的，对应里面黑色这边是有一个洞的，这样子把它给。这边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，把它给扣进去，再把这块部件呢给扣过来，这样单边的话呢就算完成了。这个手部的变形来讲的话，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小复杂，就转成这样子，这一片打开，这个地方手镯这个地方把它折上来，就是顺这个手臂，手是从这边勾，我们就这样转过去，转进来之后呢，这一片呢部件呢转过来之后，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，把它推下去，推到底。推到底之后呢，把这里有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边，这个地方两边呢再做一个结合，两边前面的话是有两个卡扣可以互相扣紧的，扣紧之后呢，这一片部件呢再把它给压过来，这样车头的部分呢就算完成了哦，它的变形最难的部分 就算差不多 OK 了，再把这个部件呢翻开，翻开之后呢，这个部件的话呢在这边，不对，应该是先这样子。把这个部件翻出来，先这边跳开一点，然后把这个部分这边这个部件翻出来，翻出来之后呢，把这一整片呢直接往下面翻，翻下来的时候呢，前面这个地方呢会刚好可以错位错开，可以刚好到前面做一个结合，这样子打开到前方来做一个结合。如果你的一个变形熟练的话，你看像这个整个是透明件，但是我还是敢很放心的去变形，因为它本身并没有非常勉强去塞的一个位置。然后呢，这个部分呢把它给打开，然后头的话给缩进去，这个部件呢给放下来，这个部件放下来，腿的话呢翻到这边，最后把这个部件呢往上面抬，这个后脚跟缩进去，两腿呢做一个合并，两脚做一个合并。这个部件呢翻转上来之后呢，这个地方折下去，这个地方折下去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先把这两个部件呢先做一个简单的合并之后，一起从这个地方屈膝折下来之后呢，往前面放，最后把这个地方给盖起来，最后这个地方把它整个给打平，车尾的部分把它给打平，我们的这个First Edition 的 Optimus Prime 的一个变形呢，就卡车大形态功告下成了。的这个。科博文 F1 版的 OP 几乎是可以用霸气全尸的一种感觉。我一直觉得它那个车型哦，太过的一个卡通化了，非常的可爱的感觉，并没有那么样的一个，就整个形态量就是一整个可爱。这个黑色可能还好，你要是红色的话，就感觉更加的可爱。其实，在透明版里头的时候呢，这个颜色的话，你看这个用色块的分布来讲的话。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奇怪，在透明形态的这个车子，可能比这个唯一强项是说它前面这个地方颜色是一致的，这个黑色不知道为什么上面是金，下面是一个灰啊。那么这个烟囱的话都是一个软胶件，然后这个后面的话呢都有一个蛮大的一个铺路。这个黑色的版本还好一点，因为它本身这个感觉就像什么呢？真人电影第二集金属配色的这个天火一样。它是这个黑跟这种金属的这种古铜色的一个组合，所以感觉违和感不会那么强。但是这个的话呢，就是稍微的感觉会比较破碎。那轮胎的滚动性来讲的话呢，这个绝对是没有什么问题啊。这个黑色这个比较好看，金色的一个轮框颇为的奇特。这个透明版的话就因为没有涂装啊，就感觉比较没有那么样的一个特别。就一个颜色来讲的话，还是黑色的在车型下。成功比较多，那么呢，这个霸气度因为有颇为的下降，我是觉得这个武器的话呢，因为是这样子放，我是觉得，武器的话摆上去还可以吧，我觉得，因为整个后面好像有修饰有加长的一个感觉，不会像一个大头的一个狗鼻狗头一样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勉强了这个武器我算。挂上去的话，我是觉得算有加分了，算是有加分的。哎，我好像装错了，这个有点透明啊，这个纯黑的才是它的才对，这个装反了。OK，那么灵修之证系列的话呢，这 F1 版的时代也算是可能是官方是最后一个闪耀的一个时代吧，之后的话就是蛮每况愈下的。那么灵修之证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卡通片。那么这个。OP 啊，收了，几乎是尽可能的都把它给收起来，缘分嘛。
有缘分，价格也不错，就有机会就把它都给入了。那就也谢谢我们这个范绿豆兄台，这么长久以来你一直支持我的节目，我非常的感动，真的非常谢谢你。你也从台北啊也来过我店里头，总共前后有三次了哦。那么非常感谢你一路以来的一个支持了哦。那个这样子的常年来的支持，真的我是完全有感受到了哦，非常的谢谢你。然后这个蓬松这个割爱啊，这个便宜的价格也又给我一点优待，入了这个曾经拥有但是又赠送给老肖，也是很值得了啊，也是很值得这个回忆的一个黑色的一个 OP。 那么领袖之证系列的玩具呢， 对我来讲的话确实是情感来讲是相对来讲比较丰富的一个系列。那就利用这一集和各位进行到这边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